好，再来我要介绍的是第三种情况，它其实跟第二种情况是很像的，只是他说它这里有一组，这里有一组，它总共有两组，上面一组，下面一组。那我们看旁边都没有，只有这边有一组、两组，它有可能是在后面，我们把它转在一起。好，千万要记住不要跟 PL 有这个搞混了。那我们看这两个是交换。它是跟333的 PL 那个是一样的，那我们不要跟这个来搞混了。好，那我转法就转慢一点。好，它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。好，首先找到两组，把它放在一起，这边都没有，这里是两组。好，它这样就完成了。